耿直难支江西进行曲是大家对歌曲再次爱上你的调侃。就是看不到你的脸，真的不能再相见，蓦然听见我似乎梦见你走到我面前。最开始大家用这首的变速版转场来缅怀悼念已故的亲朋，或是有着丰功伟绩的人，也有用作一些巨大反差的转场，就像这些。总是看不到你的脸，真的不能再相见，世界在转变。总是看不到你的脸，真的不能再相见。但是这首歌被咱们江西老表整成了忏悔录，江西老表的转场全是校长和官员，不知道还以为江西的校长多么德高望重，能被这么多学生记住，江西的官员多么为人民着想，让大家久久不能忘怀。但是转场的画面不是在法庭审判，就是在看守所忏悔。上海有户爷，北京有金爷，江西全是贪官。世界在转变，总是看不到你的脸，真的不能再相见，世界在转变。总是看不到你的脸，真的不能再相见，世界在转变。总是看不到你的脸，真的不能再相见，世界在转变。总是看不到你的脸，真的不能再相见。江西老表终于是有一个能诉苦的地方了，在学校各种离谱的强制收费，学校翻新一下操场，校长家里就能长出一辆奔驰，以及各种离谱的政策。反贪风暴来了江西最少要拍20季，也让这首歌成为了江西进行曲。长按点赞有惊喜哦。